世界都在针对我。开始撤退。保护我方，虞姬大招已经好了。知识与无知，请求集合。发起进攻。开始撤退。唉，下了下了下了。好像我的队友不停的让我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后人都不见了。好累啊，打不进去了。盘盘有射手，你那一盘没有。这盘是什么原因忘记了，这盘为什么输忘记了，我自己打射手赢了。射手真心累。搭一把射手。又是下播前两局来虞姬，怪怪，太可怕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气死我了。好，谢谢688少先队员，谢谢你的超大玩心，谢谢。幸福在哪里？祝愿万宝。
谢谢琉璃半上半首曲，谢谢谢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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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抓起来，有点怕韩信过来了，啊，韩信不在，韩信应该在上面打暴君了，过去拿暴君。有点大了，不是很怕关羽了。关羽我可以操作他两波，大招断一波，二技能再断一波，那就很难受。感觉有杀气了，思考一下。嗯。他很紧张，请求集合。这一波兵不敢清了，感觉韩信往下面在跑啊。我们等个二技能再出去吧，等个二技能再稳一点，好，问题不大。韩信估计还在蹲，不然他不敢这样劈，对不对？
所以说我目测韩信是在里面的，韩信在等我，啊，他在这边，啊，死了。又在蹲，我压力很大。开始撤退。可恶啊！他是不是过来踩我一脚？并没有。静悄集合，来吧，朋友。四比七又很烦了。锦桥集合，来吧。虞姬带不起节奏。你虞姬只能在下路好好发育啊，你射手一般都是在下路把下塔给拆了，只能慢慢拖。你现在这个装备一套也秒不了他，把无尽战刃给做出来吧。中路去，不急。往下走，怎么？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刷蔡文姬打野呀、啊？是这么迷恋我这个梗吗？啊？这多少年前打的东西了，再学习一下鲨鱼王上单呢，那是不是这么迷恋吗？搞得好像很稀奇一样的蔡文姬打野这种东西，两万年前都完了，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为什么大招打到那个小兵身上去了？我好烦啊！不是，你们是误会蔡文姬打野这个梗了。
我当时蔡文姬打野是打得很坑，所以就一直被刷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，都以为是打得很秀，然后 就在这里刷吗？现在就是刺客两刀就把我秒了呀，完了我头好疼啊。
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.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, ay bendito.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. Pasito a pasito, suave suavecito,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.睡觉了，累了。你们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朋友们，我们不要带节奏，好吧？哎，你懂的人自然懂。你看，有些同学就是很容易兴奋起来，啊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好吧？会很招烦的。一般自己这个粉丝的这个行为啊，主播买单的。好吧，不要去参与一些有的没的事情里面，比较恶心这个事情，好吧？别人恶心我，我就过过就完了，您就没必要再陷入这里面。
这种东西不是，嗯，嗯，嗯，不要搞得太小孩子，好吧？太小朋友看起来特别。特别幼稚，撤了，拜拜。